现在开始了吗？开始了。开始了吧。如果你要拍到前面的话，招牌到时候叫他们接掉就好了嘛，好吧？你要转到那边去的时候。你都要拍一个打孔的时间。这个是下一只了。
把那个牌子拿掉吧。这个是设定的后面两只的。100的。对。这个设定好以后，下次直接调出来就可以了，对不对？可以。有保存就能调出来，那没有保存那就没有。昨天有，昨天后来删掉了，重新弄是不是？对。